食品大赢家，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二轮比赛了。没错，就是我们的食品八连拍。哦，顾名思义就是要拍照摆 pose 嘛，拿麦克风唱歌，对我们八位嘉宾来说没问题。但是摆 pose， 而且还要记得产品的顺序，就是一个挑战啦。我跟你讲，他们一定会爱上这个回合，因为很好捞分啊。好，马上先来看看游戏规则。第二回合食品八连拍，每组嘉宾将身穿不同食品字样的外套，跟着音乐走猫步和摆姿势，并在主持人的提示下按照指定的食品顺序来对准四个不同位置的镜头展示身上的字样，每展示一个正确的字样可得10分，做错没扣分。为了以示公平呢，较早前我们已经让四组来选择这个先后卡。本期的四个食品字样分别是肉丝、鱼圆、白咖啡、米。好了， yeah. 马上第一组就是我们的 Jeremy， 还有零一哈。是的，有十秒钟的时间让你看一下啊。好。零一是干嘛？干嘛遮住耳朵、啊？请问我们要放鞭炮吗？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弄乱他们。哦，好，三秒、两秒、一秒，好，时间到，十秒钟，好快哦。请到台上准备。Music， 耶、yeah. ！来走吧，走吧，来。摆出最帅气的姿势，来了来了，第一个 pose， 好，要听到我们的声响，答对才对啊。第二个还没有，还没有，给来 pose 了，好，下一个 pose，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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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e， OK， 对对对，下一个 pose， 下一个。Pose， 哎，最后第二个 Pose， 最后一个 Pose， 最后一个，哎，哇，也不错，也不错啊！哎呦，我跟你说，幸好临危不乱呐。对，所以刚刚的表现还不错，答对了7题，获得70分，恭喜恭喜！现在第二组嘉宾计时开始。很快的哦，十秒钟，非常非常快。记得是从左边到右边4秒，三，不错了，2、1，好，停。我们第二组准备就绪 ，Music Start， 耶！展示你们的活力 ，Come on， 跳一下，跳一下。第一组 Break Dance Pose。舞动，答对了，下一个 pose， 舞动，错，只能看到一样产品，下一个 pose， 舞动，答对了，下一个 pose， 舞动，下一个 pose， 好，下一个 pose， 错，最后第二个。快快快！好，最后一个 pose。哎，好，请两位就定位置，不要动，不要动。不过表现还不错，还 OK 啦，至少只答错2题，答对了6题，60分。All right， 耶！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的 Nick 还有 Sam， 好，10秒钟，同样的。开始 ，Alright， 我十秒是非常非常快，记得是从左边到右边4秒，三，不错了，2、1，好，停，好 ，Music Start， 来喽 ，Yeah， 把这舞台当作是你们的，第一个来喽 ，Pose， OK， 答对了，下一个 Pose。好，快快快快，对，下一个 pose， 要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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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信心这个，下一个 pose， 越来越有信心了，耶，不对耶，错了错了，下一个错了 pose， 错了，对吗？啊，对对对，下一个 pose， 哦，对了对了对了，最后第二个 pose， 忘记了忘记了。错了错了，最后一个 pose， 对了对了，哎呦，我答对6题，获得60分，恭喜恭喜。
OK， 哎，现在最 stress 的就是我们的 Sean 还有艾嘉了。是，哎呦，他们也是年纪最轻的，对啊。十秒钟计时开始。开始，我们给你优惠了哈，10.5秒。10.1啦。好，10.1。五秒，四、三、二、一。好，停 ，Music start。想象这是你舞台，第一个来喽 ，pose， 哇，好有活力哦。第二个 pose， 耶，哇，下一个 pose， 信心满满，哇，下一个 pose， OK， 再来 pose， 快快快快快 ，OK， 下一个 pose， OK， 哇，最后第二个 pose。最后一个 pose， 哇，果然棒哦！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年轻人呢，记忆力真的是有好的，上两集是不是？那一个那些年轻人真的是只拿30分，这个可以拿满分分啊，所以获得80分。经过前两回合竞赛后，民耀组190分，宣政组195分 ，Nick 组获得180分，文海组获得190分。好，现在暂时落后的是我们的 Nick 和 Sam， 获得的是180分，但是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的第三回合。没错，等一下呢，我们要淘汰一组了，所以你们要加紧努力了 ，OK？ 好不好？谁将会成为食品大赢家呢？别走开，我们稍后再见。